我感觉他更E。你跟他呀？那假的。齁甜。名师出高徒。非常厉害。来哈喽芒果 TV 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白鹿，在《以爱为营》中饰演戏精记者郑书意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王鹤棣，在《以爱为营》中饰演名誉云创 CEO 实验。最实验的，厉害。最实验哦，不，最郑书意的。嗯，抄答案。我感觉他更E。你跟他呀？我觉得白鹿更E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也没为什么，就是感觉你更E啊。好，我们旗鼓相当。分地方吧，我觉得啊。分情况，对。对。共同的兴趣爱好。共同的兴趣爱好很多啊，唱歌跳舞。吃吃喝喝。嗯，就是演戏。表演。表演。表演。对。创作。对对对。嗯。那肯定是他教我多，我教人家，我教人家啥呀？我教人家，对吧？嗯，跳舞是我家的，不错啊，十分，名师出高徒，非常厉害，嗯。哦，最后一个 slogan， 抓紧时间快收工，5:30，谢谢。还是有实现过的时候吧？有实现过的，有实现过的时候，但是其实这句话吧，只是一个口头禅加一个加油打气的话，只是说就是在现场大家能够提。就是提起这个劲儿，提起这个积极劲儿啊。嗯，这得好好说呀。差别最大的，差别最大的，差别最大的。他在戏里面是在你那个位置。对，他在戏里面是问别人。现实生活中他是回答的那个。其他都挺像的。他，我觉得他就是实验本人，就是年龄不太像吧。好好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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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满不满意吗？满意，非常满意。十分了，肯定。12分。那我，你这样我吃，那你11分吧。实验那就是一个，就是太完美的一个男友人设了。对，实验的魅力点在于，专一，然后很深情，然后。分寸感很强，然后对女朋友也非常的温柔，然后他又会做饭，做饭又好吃，然后又有商业头脑，就是非常的完美。好，你这样我压力很大。好 ，OK。郑书意就是很可爱，然后，对，也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女生，然后对待自己的事业也有非常高的要求，然后，还有什么呢？会撒娇。会撒娇。就是。实验给他的备注是女演员嘛，就觉得他可以有很多可以发挥的地方，而他的性格也比较古灵精怪吧，就也挺讨我喜欢的，就觉得我觉得女性观众如果喜欢的话，应该也会很好。29这个一定要强调吗？我一般不给自己设定目标，但是我会有想做的事情，就比如说我这辈子没有漂过头发，想要在30岁之前漂一次头发。你居然没漂过头发？我没漂过头发。好吧，就是蓝的、绿的，什么都行。整一个。整一个。整一个。明年高低整一个。因为有反差吗？差不多得了。就是，咱就是怎么说，就是咱是演员嘛，首先肯定是要去塑造角色，为角色服务的嘛，然后，这个所谓的反差。就是要去赋予角色这些东西，让角色鲜活的活在那儿嘛。但他拍《以爱》的时候挺实验的。对对对，肯定是要往角色上贴嘛。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实验是一个，就是像你说分寸感很强，然后他就是和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烟万年。符合在实验这儿是非常符合的，在实验这儿是符合的。郑书意是，就是演着演着自己当真了。对，蛮多，齁甜，都甜。你要我最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场下雪的戏，又想到一块去了。真的假的？出雪了吗？真的。又想到一块去了。拉扯，就是前面
就是高手过招。对，就是实验明知道他是就带着目的去接近他的，然后还是就是就感觉很包容啊，然后也是很爱郑淑仪。嗯，中间的一些小拉扯还挺好看的。嗯，他们 CP 宣言是啥？我们先听一下他们什么宣言。与你赏月无法超越。哇，我想我们那个一眼万年，就这一眼。啊，好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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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垮，这怎么好垮？再讲一下。一眼万年，嗯，好啊啊，一眼啊，对，我想到啊，我也想到一个。哎，你说什么？啊，你先来，你先讲。一眼万年，全剧最甜。哎。我也压的是甜，但我没有压是哪个甜。可以，好，来啊，三二一，一夜万年，全剧最甜。好，三二一，你看吧，什么挑战你俩，有的是，真的是。咱俩给他们俩想一个，真的让他们看完这个采访，然后给我自己去做。那他俩自己对视十秒啊，